西，最近你的工作怎么样？还好，但是我跟中国人讲电话还是有点吃力。是吗？那么我告诉你几个常用的电话用语吧。안녕하세요인민망한국지사입니다。喂，你好，这里是人民网韩国公司。안녕하세요영업일부대리고도희입니다。喂，你好，我是营业一部的高图西代理。지금팀장님이출장가셔서자리에안계십니다。现在组长去出差了，不在办公室。팀장님은외근중이십니다。现在组长正在出外勤。메모남겨드릴까요？需要帮您留言吗？상황과연락처직함을알려주시겠어요？请告诉我您的名字、联系方式及怎么称呼您。네，담당자연결해드리겠습니다。好的，我帮您转接负责人。방금말씀해주신내용들을이메일로보내주시겠어요？刚才您说的内容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吗？现在部长正在出外勤，需要帮您留言吗？马上帮您转接负责人。여러분오늘회사에서쓰는중국어전화응대편에서배운중국어표현들꼭기억했다가실전에서사용해보세요그럼다음시간에봐요再见。